上天崩，你关了一扇门以后，你不要急着去找一扇窗口，要学会开门，更努力认真，你会发现梦想在原地等着。一开始输在起跑点了以后，你不要在意那些人的冷落，相信自己了，你会成功的。还没到终点，谁都不能夺舍，你可以的。欢迎收看《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我是尼亚斯。那今天呢，是3月28号星期二，然后好像他有出了新的改版吗？哼，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个？我是第一天登入，然后他送什么？钢弹试作四号机租用请求书，租用书，租用大师讲话卷，超牛哦！G1 第一天就送租用书啊，不过租用书我应该也不会拿来开啦，因为对我来说没什么用，租用书而已啊，对啊，那就关掉吧。好，礼物盒，哇，好多东西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复兴的奖励，不看了，我们看排行奖励好了。部队排行榜是 37， OK， 然后炮击排行榜是381，哇，这是炮击蛮高的嘛。那再来，视力战哦，对，我只有20次而已，这礼拜太忙了，这礼拜在剪其他的影片。哇，10张超级扭蛋券哎，好赞哦。OK， 然后哦，每日 OK， 战场日志哦，那个啦，就是刚刚那个，我这一次领啦。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专用机吧。应该有了吧？有，没错啊，按错了，对不起，我现在好友还是满的。OK， 那我们就把它啊，不要删除好了，我怕删除就没有用了。好，那我们先来指定专用机吧。是的 ，OK， 很好。那这是我们第几次啦？改一下资料吧。怎么当掉了？喂，我只是看个我的资料而已，你就当掉，那等一下玩游戏怎么办？好了，很好，十周了。然后少一个字，哇，我们要打第十那个零呢，怎么办？我想一下哦，我知道了，我不要用括号，括号就要多一个字，哎，所以这样子，可以了，十周。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加了一个联邦的黑色恶魔？这是我乱取的，因为我是用黑色的后期专用，后期吉姆后期生产型嘛，你看我有两台，这边是这个强袭型的后级，然后这边是一般重级的后级，这样我很喜欢用黑色的后级，所以我就自称联邦的黑色恶魔。好啦，不玩了。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礼拜更新的什么扭蛋吧。然后我发现前面几集有一些新的观众哦加入了，我在这边再讲一遍哦。这一款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 我从封测玩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吧，大概9个月左右，然后没有花半毛的钱，对，那所以那些机体都是我日积月累积那个超级扭蛋券去抽到跟或是返利晶片换到的，对，所以就不用再说什么尼亚斯你的机体这么多这么好你花了多少钱，不用花钱好吗孩子，耐心很重要。然后这礼拜呢复刻两台机体，一台是超级钢弹，一台是百事。不知道什么是复刻呢，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以前出过的机体再出一次啦，再拿出来让你扭一次就对了。不过新的机体是 Z 钢跟尼摩，对， Z 钢呢我是没有用过也没有详细去研究过它，不过看起来蛮多人都蛮喜欢的，所以我们就来三连抽吧，三次的十连抽来吧。别，我们先每日扭蛋先抽一下好了。OK， 金块箱，其他没有了。好，那我们来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好 ，GP 扭蛋没什么更新，来吧。超钢，狙击型。超钢，
陆战型钢弹，臭更臭更臭更。陆战强袭型，吉姆狙击特装型，好好样的 G1， 好样的，非常棒，你非常好，你非常厉害，很好，好，没关系，没有关系，我早就会料到这种情况了，所以大家应该刚刚在交换所有看到我的那个数量了吧？有没有看到这个反力晶片？嗯，143的，对 ，G1， 你不让我抽到 G 钢没有关系，我有反力晶片可以换，怎么样？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吧，它有光速射手、火箭射手跟快切。我觉得看起来三个特性应该都可以占吧。然后它有飞行形态，G1 这是简体字呢。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台湾版本的启动器，为什么是简体字？对啊，奇怪 ，G1， 好啦，可变机构哦，就是变形嘛，嗯，看起来还好啊。然后这个初级时间也太坑了吧！590秒，你 G1 你是要坑死谁啊？好，光速步枪单发型的威力2900、2600还算可以啦。全自动型的觉得威力有点低。超级米加发射器，这是什么东西啊？是有点类似，可是它威力才9500。轰击弹，哦，就有点像是那种萨克坦克的迫击炮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会爆炸的那种武器啦。不过这才7000而已，哦，这有11000耶，这个威力为什么比这个超级米加威力还要高啊？为什么？这个9000而已，6发子弹，这个5发子弹，但是11000耶。然后它有光速军刀啦，长型的。还有蓄力光速军刀，他偷家的时候，这个近战的威力真的是有点吓人啊！哦，炸裂弹，这感觉有点像 TB 的感觉，骗分数用的，感觉不错。然后护盾 OK 啦，那我看一下泥魔好了，泥魔也是新的，泥魔，光速步枪，这好像那个，之前那个震爆型积木的感觉的步枪哦。它威力射速快吗？我没有试过这种长相的，对，不过威力还算可以啦。连射型的啊，速射型的，它是连射的，威力非常的低，但是速度应该是非常的快。然后一般的步枪，实弹系步枪跟光速军刀，还有散射型火箭炮，加农炮，威力看起来都普普啦。那我们就换一台 Z 钢吧。嗯，好啦，看好了，我是用换的，我不是用那个储点的哈，我是用日积月累换的哦，不要再说什么尼亚是你的机体好多好棒哦，你是花了多少钱？我没有花钱的，大大，不要讲的我好像玩游戏不花钱是不行的，没有。我们就来升一下Z钢出来吧，我们看一下抽到什么特性。大成功，什么特性呢？光速射手，感觉好像是最好，对不对？光速射手是最好吧？我还拿到一个银图的那个自己钢，原型钢弹，我们就由高到低吧 ，cost OK 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自己钢，它的特性刚刚看过了吗？再看一次好了。火箭射手，它应该没有火箭炮类型的吧？等一下我看一下啊。米加发射器是火箭炮类型的，那这个是那我看一下啊。那我可以同时带这个跟这个可是我又有点想带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也 KD 也可以用，所以我应该会带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吧。好啦，到时候我私底下再研究啦，因为我现在研究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如果觉得顺手，这台机体顺手的话，我就会在以后的拍影片的时候使用了。那如果不顺手，我可能就放在仓库了。这样，那么就快速开始吧，那稍后回来哦。OK， 我们现在抽到的地图是阿巴瓦库哦。那我出了这一台夏亚用的里克德姆。这一台其实它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出 2XA， 就是宇宙场的部分啊，因为它只能宇宙，对，地面是不行的。它速度非常快，回气也非常快。如果大家之前有获得的话，可以开发出来用，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就知道了。我要出 2XA， 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哦。
非常好用。对于运河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 GP 零一好一点。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因为 GP 零一它在短时间的速度可以加速到很快。那刚刚那台德姆的优点就是说，它长时间的速度都一样快。对，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它放置核弹的时候，速度会慢 GP 零一点点的感觉，感觉好像是半秒吧。嗯，然后要 K 那个挂机的，这个是常常在挂机的。对，所以我们要来 K 一下。好啦，那我们就出 2XA 吧，示范给大家看哦。OK OK， 开始吧。给大家看一下速度，哇，好多自己缸哦！天啊，才第一天就开始使用自己缸了，会不会太冒险？OK OK， 我们要先蓄力一下，因为这个我现在手上拿这个是我现在所有武装上面威力最高的，对，我们先走下面好了。你看速度其实是真的蛮快的，开场30秒就过一半的路了，所以一分钟就可以到达。哎，呜，他们也有敌人要来偷，不行不行，这样有点危险。等一下哦 ，OK， 有队友掩护。哎，好多敌人，那个，喂，怎么会这样？那个哎。哎、欸，不公平！那个，哇，好多敌人在三哦。我们要来赚分一下了。来了来了来了！不是吧？太多了！哎、欸，哇，哎、欸，敌方有点猛哎、欸，这怎么办？我们应该从四去站二，截断他们的退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稳。哎、欸，不对，他们趁他们全部都在三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偷 B，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啊？哎、欸，说不定哦。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去偷 B 才对。对，我先去偷 B 好了。虽然我这台威力不高啦，但是试试看咯。一点，有敌人过来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先与他。死了 ，OK， 很好，差一点点了。快快快快快快快！趁只有一个狙击手的时候，快快，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喂，哎，被卡住了，好险！嘿，趁机，至少打到一点点了，有追回来，有追回来一点点了。OK OK， 继续继续。我想一下，哇，二又要丢了。有点麻烦呢、欸，哇哇哇，二又要丢了，哦哦，不是吧，速度好快哦，哎、欸，我们分数有追回来一点点了，战力有追回来一点点了，可是感觉很快又要 lost 掉了，我觉得我先从 X 往 A 好了，对，可是没有人保护，可能有点难偷啊。我这一台呢是部队租用的吉姆狙击型，哎、欸，敌人啊，敌人啊，敌人啊，哎哎哎，敌人啊，OK OK， 又被偷回来了，你看。哇，哎、欸，真的很感觉很快哎，那个 Z 钢的部分啊，瞬间的速度的感觉。不过我觉得他长相有点奇怪就是了，一直都觉得 Z 钢长相很怪。我记得距离，我也忘我好像忘记算那个吉姆狙击型的要多远的距离才偷得到了。我只知道德姆的距离大概是要离门大概。离门远一个障碍物就可以偷得到了。那照理来讲，狙击型吉姆的话应该更远。
我们先啊啊啊啊，那一间啊，有那一间欸，开了吗？开了吗？开了，开了，开了！快快快！有了，有了，有了！啊，被打死了！所以刚刚是谁？是谁？是谁那个啊？哎，所以刚刚是谁啊？我有点忘记刚刚是谁了。刚刚是谁放的啊 ？T。哦、KTTOHKALUV OK 我看一下在哪里啊，没看到啊，啊这里左下角，左下角，我先出个王牌好了，我觉得不要不要，应该是不用，和线哎、欸X 多啊 ，X 很多啊。哇哇哇！又被。OK， 解决。喂。不是吧，两边跑啊，天哪，哇哇哇哇哇哇，又内奸又哇，我们等一下吧，我想一下啊、哦，哎，哦，没事，OK， 死了，我走这边好了。这边感觉没什么人，赶快跑哦！我感觉到人了，啊，在楼上吧？没有吗？哦，对，在楼上，很好，快冲啊！哎哎，差一点偷到说。我想一下啊、哦，我觉得我应该出个河，然后我不知道下路压不压得过去哎，我先从上路推好了，开那个 TB， 顺便拉队友一起压过去，这样上路，这样他们上路就会紧张，然后我就从下路河，不错哈、哦，好烂。哇，没办法，压不过去。哇，四点又要 last 了 ，lost， 呵呵，失去掉啊！我们直接趁机推 A 吼 ，X 人多啊。对对对，趁机推 A 好了。OK， 只要能偷到一些些，我们那个战力就可以回来了。好，目前人数在减少中。我觉得他们 A 防守的非常的严谨哎，这样很难偷哎、欸。目前没有人，赶快冲过去好了。
OK， 就是现在，对，我要偷刀了。有了有了，偷到了偷到了，再一点点就好，再一点点就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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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偷到三发，哎，可是为什么？哇，又有人要偷歪了，根本没有用啊！我偷完，然后那个他们瞬间马上又 loss 掉那些战力。不过我偷的也不是很多啦，哎，可惜啊。哦，有人死了 ，Why？ 敌人在哪里啊？哎，哦，死了。塔楼送了多少 KD？ 哎，哦，有敌人，好多敌人，至少要把这个啊打不死。X， 啊天哪，根本推不过去嘛！感觉根本推不过去啊。好痛啊。啊，一出去就死。OK OK， 感觉X 也推不出去，四也推不出去。有了，他们终于要推到 A 了，可惜我已经死了。歪一下，他那个二三拿盒的是不是要和王牌啊？对不对？我猜应该是哦。等他过去，我们再和好了。我在那个啦，放米粒啦，不是盒啦。哎，他把盒放下来，是推不过去吗？那算了，等下再说好了。我先去四支援好了，不知道这个河是在楼下还是楼上，哎，它在左边应该是在楼上对不对？哇，来不及来不及，我觉得应该啊被雷达扫到了，不行，没办法。X 又放一个人出来了，哎，我的老天鹅啊，我的老天鹅啊，好惨啊！哎，有人，哎，好多人啊。我们偷偷走这边，不要被发现就好了。有人，有了，死了。哎，还有啊，不是吧？自己刚走开啦，自己刚走开啦。哎，他走到一了，等一下，我是应该，我想一下啊、哦，哎，干嘛 ？Why？ 不懂，不懂。然后我觉得是差不多要挂了，把三呐、啊。
OK， 就回来了。不过外面还蛮多只的，我觉得这边蛮多的。OK， 清一下，清一下。反正既然看起来要输了，就稍微 KD 一下吧。敌人，继续前进吧。冲上面好了。哎，果然不要攻击我啊，死了。啊，等一下，我去歪啦，我这个速度去歪，不知道炸不炸得到，试试看好了。因为现在 X 都没有人，不啦，对啦， X 路上都没有人，然后 Y 蛮多人的，那我去 Y 拿盒好了，就这么决定了，来吧，赌一波吧。不，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放下去了。What the？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就差一点点，那个红色机体不要转过来，就我就可以放下去了，你知道吗？这不行，这个情况让我太伤身了，我觉得心好痛啊。我要去 KD 一下，压压惊。走开！敌人。OK， 继续 KD。 为什么王牌在前进？王牌在干嘛？王牌不见了。我已经没有机体可以炸啦。好啦，那就冲一波吧。冲啦冲啦冲啦，不要再犹豫了，冲了，不管3721，直接冲了，直接冲吧。不冲没有机会啦，冲啊，快冲啦。不冲也是没有办法了。
看起来人数很少啊，就这些而已。别管了，直接冲！就只有只剩这三十秒了，再不冲就GG了。还有一颗，还有一颗，还有一颗，十秒内能不能到？不行，看起来是不行。那颗核弹呢？被打爆了吗？好吧，看起来是不行了，输了。嗯，惨呐、啊，惨呐、啊，惨呐、啊！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刚刚的 ID 哦，自己和自己家、哦。其实我从封测完到现在遇到蛮多的，超级扯，对啊。哦，我又偷到基地啦，2000多而已，惨哦，惨哦，惨哦。哎，惨惨惨，只能用惨字来形容。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那个 ID 是什么好了，再看一遍好了。如果大家下次有看到就 K 吧，对啊。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他可能只是不小心的，以后不会犯的话，记得也要问他一下会不会和自己家。如果他不回你，那你就可以 K 了。对，我觉得啊，我都是这个样子啦，对啊。好啦，我来恢复一下能量。OK 啦，就是这样。我看一下刚刚的战斗经历，有一个叫做 T 什么的，对不对？到底是 T 什么？嗯，没有吗？被 K 掉的就不会出现了吗？真假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可以，我有印象，它是一个上士，三个菱形的。我们直接拉这边看一下好了，好像没有，看不到。算了算了，看不到了。总之大家可以拉一下影片，前面有啊。对，那我这边再提供一点有自和自己家里的 ID 好了啊，还是比较好了。我觉得大家自己发觉啊，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一种，就是说之前我有玩过一张地图叫做什么，我记得被什么港哦，就是港口的部分，我想一下哪一张哦，好像是就是全部都是水的那一张是哪一张啊？让我找一下，不会在很后面吧？这是宇宙场，不对，哎，新地图，对，格里普斯，对不起，有点结巴。这个啦，对，之前呢我有出盒在 A， 然后我有很大的那个几率可以合到 X。结果呢，有一个人啊，他又说什么？哎，大家都在路上，不到水下去打。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拿和自己 A 点的家，然后结果炮台就全爆了。然后敌方刚好站到三，可以从旁边偷，然后又炮击这样。请问一下，就算队友不配合好了，你和自己家不就是更让战况更差吗？我觉得这种人该 K 啊，结果他还事后还说什么啊，反正都要输了，合一下又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合到 X 颗赢啊，你不给我这个机会，然后结果把那颗核浪费掉，然后又把自己家的炮台给弄爆了，那是不是就注定是输而已？对啊，所以蛮惨的。然后之前的战斗记录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有一场被也是港口的，我忘记在哪里了。我找一下这个，可是现在不能看的啦。对，这一场呢，我合到基地，光合到基地就合两次了。对，所以这470分呢，有大概有200分是合到基地的分数。对，所以就可以证明了。对啊，好啦，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呢，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或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喜欢或是订阅，我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或同学们看。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就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那按了订阅，不要忘记按一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在我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都会通知你哦。
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